敬业三福第一卷，2002年10月26日，日本高野山本觉院荡民。21年1月44年1月，我们尊敬的道业长老以及这个道场的住持、诸位大德、法师、诸位来自台湾、香港的同学们，我们有缘来到日本国高野山这个世界闻名的道场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一起学习佛法，这个因缘非常殊胜，我们要特别感激老法师，感激这边常住对我们优厚的接待。来到这个小城，看到这边的风光，尤其这两天气候非常之好，看到这边古老的建筑，仿佛我们回到古大德修学的道场，能够居住在这个宝沙修行，都是非常有福报的大德们。诸位虽然到这边来参学，时间很短，我们深深相信过去生中都修积着有福德，如果没有福德善根，这个机缘是很难遇得到的。回想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一定对他要有很深的认知。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一生所作所行的，都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典范。佛陀是一位具有圆满的智慧、圆满的德能，也具足圆满福报的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跟他没有两样。在《华严经》上，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，这句话把宇宙人生的真相都说出来了。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众生？就是因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变成众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你就本来成佛。所以佛跟众生，实在说，这是一念之间，一念觉，众生就成佛了。觉，就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，这是真正觉悟。不觉呢？不觉就是凡夫，凡夫才搞六道轮回，才造业受报。佛在一切经典里面把这个道理、事实真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我们知道佛陀确实是全知全能，这是自信性德圆满的表现。佛没有一定的形相，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都是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楞严经上讲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因此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，佛随着这些众生现种种不同的形相，说种种不同的道理与方法。形相虽然多，法门虽然多，他的目标方向永远是不变的，那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目标。在2000年前，公元67年，佛教正式的传入中国。这是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，就是现在的新疆西面，引请印度高僧摩腾、竺法兰到中国，这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。佛教在中国备受中国朝野的欢迎，这个原因是他所说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跟中国儒家、道家许许多多地方都相应，而且比儒道讲得更清楚、更透彻。中国历代的帝王非常尊重，而且都皈依三宝，护持佛法，弘扬佛法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很详细的记载。在隋唐的时候，佛教在中国形成十个宗派，十个宗派里面有两个宗派是小乘，就是陈实宗与俱舍宗，现在这两宗在中国已经没有了。
大臣有八个宗派，除了贤首，这是华严宗、天台宗是专修法华的，也称法华宗、三论宗、法相为实宗。这四个宗派通常我们称为教下，都是根据经典按部就班、循序渐进的来修学。除这四个宗之外，再有律宗。律宗是无论哪一个宗派，或者是小乘，或者是显教、密教，不能够不学戒律的。所以律宗可以说是共同科目，无论修学哪个宗派都要持戒。净土宗也可以说是共同科目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宗派到最后都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。另外两个宗派，一个是禅宗，一个是密宗。禅跟密，特别是密宗，是佛法里面高级的课程，就像一个大学里面，它是属于研究所，禅是属于研究所，密也是属于研究所，密比禅还要高。密法的乘船，禅跟密的乘船，它是不分在某一个阶段。五个阶段，佛法讲的华严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涅槃，这是世尊说法五个阶段，五个阶段里面都有特殊的天才。禅跟密的确它的对象是特殊的天才的学生，不是对普通学生的。普通学生要学这个课程的要慢慢的。像我们一般程度的，我们念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再念研究所，研究所念硕士班才能念到博士班，要循序渐进。所以这两宗比较特殊。这两宗的修学，我们佛法里面称为菩萨，在一般称为学生，都是有大根器的众生，不是普通人能够修学的。法门虽然多，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是方法，也就是修行的方法，门是门径，入门的门径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佛的方法就不一样。但是修到最后，到最后我们讲成佛，到成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有三个门，就是所有的门到最后只有三门，这三门就是觉门、正门、净门。我们学佛的同学一进佛门，首先求受三皈依，三皈依的传授就是把佛教成佛的法门传授给你。皈依佛，佛就是觉门，觉而不迷；皈依法，法是正门，正而不邪；皈依僧，僧是净门，代表清净，净而不染。到最后归到三门，虽然是三门，没有进来的时候是三门，进来的时候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就像这个讲堂一样，没有进来，外面有三个门，进来之后都一样的。所以《般若经》上佛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晓得教下走的是正门，像天台、显首、三论、法相为实都是走的正门，依照经典修正之正见。禅宗走的是觉门，觉而不迷，那是上上根人修的。净土宗跟密宗非常接近，因为这两个宗派都是修的净门，就是修清净心，从这个门进。这个常识一定要懂的。但是密比净土还要高，高在哪里？净土宗这个清净心是远离染污，染污我们不敢接近，我们远离它的清净心。密宗它不离染污，不离染污而得清净心，比远离染污的清净心要高明很多。这个一定要懂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但是无论是哪一宗的学习，都不能离开戒律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
所以今天这一次我们在高野山这一回，我跟诸位要说什么？我选的是净宗同学修行守则。正好这一次悟道法师在台湾印了小册子过来，这个小册子里面的东西我没有看过，趁这个机会我把它做一个修订，以后再版就可以流通了。无论是禅是密还是教还是律，无论是显教是密教是宗门教下，大乘小乘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佛法修行的基础。就像盖房子一样，无论盖什么样的房子，盖高也好低也好，盖各种不同式样都好，这个教材是打地基，所以地基是相同的，地基坚固，高楼大厦才能够建成。我们讲到修行的根本，一定要去读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佛所讲的三福，净业三福。这个因缘非常殊胜，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的众生读这一段经文。因为维提西夫人在当时遭到家庭、国家的变故，就是现在所讲的政变。这个政变不是别人发动的，是他的儿子跟提婆达多结合，把他父亲的政权夺取过来。阿舍世王他要做皇帝，提婆达多想做新佛，希望能把释迦牟尼佛害死。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变故，他对于这个世间就看得非常的冷淡，备受痛苦。他向释迦牟尼佛请求有没有更适合于修学的环境，他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想移民到其他的诸佛国土，在佛法里面讲往生，现在就是讲移民。释迦牟尼佛很有智慧，并不主动介绍他到哪个地方去。他将十方诸佛的沙土用神力，就是今天讲的神通，变现出来，在维提西夫人的面前让他都看见，让他自己去选择。他看了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，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选择弥陀净土，这是非常聪明的选择。希望能够升到弥陀净土，弥陀净土一片祥和，要求释迦牟尼佛告诉他怎样才能够往生，才能够到弥陀净土去。佛在没有讲方法之前，先跟他讲修行的基本条件，那就是净业三福基本条件。因为弥陀净土，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有大福报大智慧。弥陀经上讲得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因缘没有问题，遇到释迦牟尼佛这么好的老师指导，这是因缘具足了。但是善根福德，那是要靠自己，佛没有办法帮助你。所以教他先具备善根福德，加上因缘，这个条件就具足，你才真正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处在有史以来的乱世，居住在这个世间的众生，无论贫富贵贱都没有安全感，备受种种的苦难。尤其是最近这几年，天灾人祸频率一天比一天多，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。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超过维提西夫人的苦难。他有智慧求生佛国，我们应当觉悟，应当跟进才对。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在八十四念倒数第四行，我把它念一遍，这是《观经》上讲的三福。义者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二者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。
不犯威仪。三者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诸位再翻到124面，看第七行。佛告为提息，汝今之部，此三种也，乃是过去未来现在，三是诸佛敬业正因。这就是观经上讲的这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，修学佛法，无论是大乘小乘、显教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都要从这个地方扎根。如果这三条十一句，我们要是没有真正去做到，换句话说，你在佛法上修学就没有基础，没有基础，无论怎样精进用功努力，都很难收到效果。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条。这三条，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四句，第二条是二乘的福报，就是声闻、缘觉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。我们知道人天是基础的基础，人都做不好了，你怎么能成佛，怎么能成阿罗汉？我们要想成就，首先要做一个好人。佛讲的这四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四句话语重心长，这里面的道理境界深广，没有边际。翻到86面，我们从第二行看起。佛非常慈悲，不但为提西夫人请法得到利益，由于他的请法，特别是末法一切凡夫想修净业，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依照这个理论和方法来修学也都能成就。于是佛说出这三桩事情，这就是三个前提。佛讲，欲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佛是二足尊，二足尊从前外国人翻译把他意思翻错了，二是两个，足是脚，尊是尊贵，他翻的是两只脚尊贵，他翻成这个意思，这是完全误会了。这个足是满足的意思，是圆满的意思，就是两种圆满，两种圆满里面最尊贵的。哪两种圆满？一个是智慧圆满，一个是福德圆满。智慧圆满、福德圆满的人很多，很多福智圆满人当中最尊贵的，这是佛。换句话说，智慧跟福德的圆满，是出世间没有能够超过佛的，称为二足尊。所以足是满足、圆满的意思，指佛的智慧和福德圆满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佛国，一真法界是诸佛国土，我们要是没有智慧与福报，就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净土，不能到达他们修学的环境，所以佛首先教我们修福。佛家常讲福慧双修，诸位要留意这个文字，他福在先，慧在后，也就是说先修福再修慧，这个很有道理。中国谚语常讲福至心灵，一个人修福，福报现前，他就突然聪明有智慧了。由此可知，福报与智慧有密切的关联。一个人没有福报，常常就做出很愚蠢的事情，就没有智慧了，所以福报确实非常重要。世尊在此的教导我们要先修三福，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第二条是声闻缘觉的福报，小乘人所修的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。我们接着看第一条，这是人天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一条是根本，是福德的根基，确实是根本的根本。释迦牟尼佛这样教我们，
孔老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。大学第一句就说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这是儒家教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孔孟教学毕生不离此。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佛法根本的教义，与儒家教育相通。什么叫明德？孝敬就是明德，孝敬是本性的德能。孝养父母，这个孝字意思深广无尽。孝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面属于会意，就是让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你体会里面的意思。这个字上半部是个老，下半部是个子，表示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如果分开了，孝就没有了。所以外国人有代沟，中国文化里头没有代沟，上一辈还有上一辈，下一辈还有下一辈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这是一个生命体，这是孝的含义。佛家讲真如本性，真心理体，实在讲跟儒家讲这个孝意思相通。所以孝是真正佛法讲的本性，孝是真心，孝是理体。它的范围有多大？就是佛家常讲的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它确实是没有边际的。在中国这个文字里面，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大总持法门。经上常讲，十方三世佛，共同一法身，孝，代表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本来如是，就是佛法常讲的法尔如是。如果我们不了解孝这个字的含义，不认识这个字表法的意趣，孝的德行，孝的理念没有办法生出来。所以一定首先要懂得这个字的真正的含义。佛法的修学，大乘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，起心动念，不要说是言语造作，心里头刚刚动一个念头，念一定要跟法性相应，这个念是正念，觉正境里面的正念，如果违背法性，这个念头是邪念。邪与正的标准是从这个地方分。正与法性相应，就是确确实实能够认知宇宙。佛法里头常讲虚空法界沙土众生，是自己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讲的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谁的心？谁的识？就是自己的心，自己的识，自己的真心，真心起作用叫做识。所以它是一体，一体才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缘用现在的话讲是条件，无缘大慈没有条件的慈爱，悲是悲悯。为什么悲悯？它跟我是一体。所以我们这一个念头起来，与这个事实真相，与这个道理不相应，我们就错了，就迷了，就邪了，就污染了。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，他永远能保持觉正境，他知道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是自己，所以绝对没有一念伤害众生，只有成就众生，而没有伤害众生。后面讲的要落实在十善业，修十善业。我们对一切众生，杀生是伤害。杀生是举的一个例子，里面包括一切伤害，言语的伤害，行为的伤害，起心动念念头的伤害，都在这一条里头。凡是对一切众生不利的，这事不能做，念头不能生，
你是随顺性德，随顺孝道。所以这个字里头的含义，确确实实深广无有边际。这个字不但是佛法的根，也是儒家的根，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大根大本。不但是这个世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尽虚空变法界的众生，都是以这个为基础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如果对这个字认识不清楚而不能做到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成就就非常困难。孝落实在养，所以叫孝养，用父母来做一个代表。如果我们看到只是孝养父母，那你把佛的意思就解错了。佛是要我们将对父母的孝养扩展到对一切众生，这才是佛法里面真正的意思。为什么？《戒经》里面佛讲得很好，《大乘菩萨戒经》里面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你就晓得父母这两个字包括着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男人，一切女人，诸位要知道，包括动物，包括植物，包括一切鬼神，包括天地万物，对于一切万事万物都要像孝养父母一样的来孝顺。孝就是顺自己的性德，这个一定要懂的。随顺性德，那个人就是觉悟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正知正见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清净的人，就是觉正净，那个人我们就叫他做佛菩萨。违背性德就是不孝。所以这个字含义好深，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我常常讲，能够把孝道做得圆满，一点缺陷都没有的，只有一个人，佛陀等觉菩萨都做不圆满。为什么？他还有一品身香无名没破，还不能做到圆满。所以我们要发心认真努力来学习，要全心全力来学习。这个学习在总的纲领上就是要修纯净纯善。我们的心要清净，要纯净，就像《十善业道经》上佛所说的，不容毫分不净夹杂。什么叫不净？念头就不净，起心动念就不清净。真心没有念，无念才清净，有念就不清净，特别是不能有邪念。所以最好的念头是什么？阿弥陀佛。这个念头好，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净念，要修纯净纯善。纯善从哪里修？纯善从十善业修，念念都不违背十善。如果有一念违背十善，我们就跟性德远离了。你起了个念头，伤害众生的念头，占有的念头，占有是属于偷盗，控制的念头，控制也是属于杀生跟偷盗，想控制，想占有，错了。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你自己，你如何去占有它？它本来就是自己，本来是的，再加一个控制，占有的念头，就错了。头上加头，这个错了，画蛇添足，违背了自信，违反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违反了自然的法则，过失从这个地方产生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说实在话，没有佛陀的教诲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怎么想也想不出来，所想的与事实真相都完全相违背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的恩德之大，在世出世间没有能够超过的。第二句是奉事师长。什么叫奉事？奉事绝对不是我们世间人理念当中的把老师照顾好，
像孝顺父母那样的，这个意思都不是佛的意思。我们在前面看到诸佛如来他的福德是圆满的，我们怎么能去照顾他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奉是真正的意思就是依教奉行，佛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能够百分之百把它做到，这就叫奉事师长。佛在此的最基本的教导我们，你要懂得孝道，孝道就是你真正懂得虚空法界沙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是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有一法不是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识是能现能变，虚空法界沙土众生识所现所变，能所是亦不是耳。所以佛法跟世间的哲学不一样，哲学能所是对立的，佛法讲能所，但是能所是统一的，不是对立的，它是亦不是耳。所以欧阳靖吴先生讲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学。佛法到底是什么？佛法就是佛法。我们今天的认知，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宇宙之间究竟圆满的教育，是一切众生必须要修学的。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不是别人，别人哪有资格称老师？所以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个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在此的教导我们这个大根大本，这四句话，我们果然能够做到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八个字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纯善，那就是奉事师长，就是孝顺父母。如果这八个字做不到，我们不孝不敬，对老师对不起，对父母对不起。不仅是在行为上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行为上纵然没有过失，心里面还有一点错误的念头，都违背了性德，那就不是父母的孝子，不是老师的好学生。学佛要明了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每天朝暮课诵里面，一定会念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就是恭敬的意思，皈依的意思，归命的意思，本师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这个一定要认知，他是我们的老师。老师教导我们叫什么？教导我们要孝养父母。实在讲，九法界众生不知道孝养父母，老师教导之后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。所以你要说佛教教的是什么？教孝道而已。佛道是师道，师道是以孝道为基础，师道完成孝道，师道圆满孝道，这是佛法。佛的意思是觉悟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这个清楚明白，实实在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。谁能够知道虚空法界沙土众生是一体的？谁能知道？只有诸佛如来知道，只有法身菩萨知道，所以他们行的叫菩萨道。我们所走的，实在讲叫三恶道。我们走的是贪甜吃这个道路，所感得的果报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人家行的是菩萨道，菩萨道感得的果报是一真法界、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，自己要知道走哪一条道路，将来的什么样的结果。离开老师，我们就迷惑了。每天诵经是亲近老师，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依教奉行，我们才能够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一切众生，就是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父母。一切众生跟父母、老师是一体的，决定不能够分割的。
静夜三福第一卷，2002年10月26日，日本高野山本觉院荡名。21年1月，44年1月，我们尊敬的道业长老以及这个道场的住持，诸位大德法师，诸位来自台湾香港的同学们，我们有缘来到日本国高野山这个世界闻名的道场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一起学习佛法，这个因缘非常殊胜，我们要特别感激老法师，感激这边常住对我们优厚的接待。来到这个小城，看到这边的风光，尤其这两天气候非常之好，看到这边古老的建筑，仿佛我们回到古大德修学的道场，能够居住在这个宝沙修行，都是非常有福报的大德们。诸位虽然到这边来参学，时间很短，我们深深相信过去生中都修积着有福德，如果没有福德善根，这个机缘是很难遇得到的。回想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一定对他要有很深的认知。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一生所作所行的，都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典范。佛陀是一位具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也具足圆满福报的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跟他没有两样。在《华严经》上，他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，这句话把宇宙人生的真相都说出来了。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众生？就是因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变成众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你就本来成佛。所以佛跟众生，实在说，这是一念之间，一念觉，众生就成佛了。觉，就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，这是真正觉悟。不觉呢？不觉就是凡夫，凡夫才搞六道轮回，才造业受报。佛在一切经典里面，把这个道理、事实真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我们知道佛陀确实是全知全能，这是自信性德圆满的表现。佛没有一定的形象，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都是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楞严经上讲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因此，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，佛随着这些众生现种种不同的形象，说种种不同的道理与方法。形象虽然多，法门虽然多，他的目标方向永远是不变的，那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目标。在2000年前，公元67年，佛教正式的传入中国。这是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，就是现在的新疆西面，引请印度高僧摩腾竺法兰到中国，这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。佛教在中国备受中国朝野的欢迎，这个原因是他所说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跟中国儒家、道家许许多多地方都相应，而且比儒道讲得更清楚、更透彻。中国历代的帝王非常尊重，而且都皈依三宝，护持佛法，弘扬佛法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很详细的记载。在隋唐的时候，佛教在中国形成十个宗派，十个宗派里面有两个宗派是小乘，就是乘十宗与俱舍宗，现在这两宗在中国已经没有了。
大臣有八个宗派，除了贤首，这是华严宗、天台宗是专修法华的，也称法华宗、三论宗、法相为十宗。这四个宗派通常我们称为教下，都是根据经典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来修学。除这四个宗之外，再有律宗。律宗是无论哪一个宗派，或者是小乘，或者是显教、密教，不能够不学戒律的。所以律宗可以说是共同科目，无论修学哪个宗派都要持戒。净土宗也可以说是共同科目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宗派到最后都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。另外两个宗派，一个是禅宗，一个是密宗。禅跟密，特别是密宗，是佛法里面高级的课程，就像一个大学里面，它是属于研究所，禅是属于研究所，密也是属于研究所，密比禅还要高。密法的乘船，禅跟密的乘船，它是不分在某一个阶段。五个阶段，佛法讲的华严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涅槃，这是世尊说法五个阶段，五个阶段里面都有特殊的天才。禅跟密的确它的对象是特殊的天才的学生，不是对普通学生的。普通学生要学这个课程的要慢慢的。像我们一般程度的，我们念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再念研究所，研究所念硕士班，才能念到博士班，要循序渐进。所以这两宗比较特殊。这两宗的修学，我们佛法里面称为菩萨，在一般称为学生，都是有大根器的众生，不是普通人能够修学的。法门虽然多，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是方法，也就是修行的方法，门是门径，入门的门径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佛的方法就不一样。但是修到最后，到最后我们讲成佛，到成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有三个门，就是所有的门到最后只有三门，这三门就是觉门、正门、净门。我们学佛的同学一进佛门，首先求受三皈依，三皈依的传授就是把佛教成佛的法门传授给你。皈依佛，佛就是觉门，觉而不迷；皈依法，法是正门，正而不邪；皈依僧，僧是净门，代表清净，净而不染。到最后归到三门，虽然是三门，没有进来的时候是三门，进来的时候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就像这个讲堂一样，没有进来，外面有三个门，进来之后都一样的。所以般若经上佛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晓得教下走的是正门，像天台、显首、三论、法相为识都是走的正门，依照经典修正之正见。禅宗走的是觉门，觉而不迷，那是上上根人修的。净土宗跟密宗非常接近，因为这两个宗派都是修的净门，就是修清净心，从这个门进。这个常识一定要懂的。但是密比净土还要高，高在哪里？净土宗这个清净心是远离染污，染污我们不敢接近，我们远离它的清净心。密宗它不离染污，不离染污而得清净心，比远离染污的清净心要高明很多。这个一定要懂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但是无论是哪一宗的学习，都不能离开戒律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
所以今天这一次我们在高野山这一回，我跟诸位要说什么？我选的是净宗同学修行守则。正好这一次悟道法师在台湾印了小册子过来，这个小册子里面的东西我没有看过，趁这个机会我把它做一个修订，以后再版就可以流通了。无论是禅是密还是教还是律，无论是显教是密教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，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佛法修行的基础。就像盖房子一样，无论盖什么样的房子，盖高也好低也好，盖各种不同式样都好，这个教材是打地基，所以地基是相同的，地基坚固，高楼大厦才能够建成。我们讲到修行的根本，一定要去读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佛所讲的三福，净业三福。这个因缘非常殊胜，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的众生读这一段经文。因为维提西夫人在当时遭到家庭、国家的变故，就是现在所讲的政变。这个政变不是别人发动的，是他的儿子跟提婆达多结合，把他父亲的政权夺取过来。阿舍世王他要做皇帝，提婆达多想做新佛，希望能把释迦牟尼佛害死。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变故，他对于这个世间就看得非常的冷淡，备受痛苦。他向释迦牟尼佛请求有没有更适合于修学的环境，他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想移民到其他的诸佛国土，在佛法里面讲往生，现在就是讲移民。释迦牟尼佛很有智慧，并不主动介绍他到哪个地方去。他将十方诸佛的沙土用神力，就是今天讲的神通，变现出来，在维提西夫人的面前让他都看见，让他自己去选择。他看了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，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选择弥陀净土，这是非常聪明的选择。希望能够升到弥陀净土，弥陀净土一片祥和，要求释迦牟尼佛告诉他怎样才能够往生，才能够到弥陀净土去。佛在没有讲方法之前，先跟他讲修行的基本条件，那就是净业三福基本条件。因为弥陀净土，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有大福报大智慧。弥陀经上讲得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。因缘没有问题，遇到释迦牟尼佛这么好的老师指导，这是因缘具足了。但是善根福德，那是要靠自己，佛没有办法帮助你。所以教他先具备善根福德，加上因缘，这个条件就具足，你才真正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处在有史以来的乱世，居住在这个世间的众生，无论贫富贵贱都没有安全感，备受种种的苦难。尤其是最近这几年，天灾人祸频率一天比一天多，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。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超过维提西夫人的苦难。他有智慧求生佛国，我们应当觉悟，应当跟进才对。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在八十四面倒数第四行，我把它念一遍，这是观经上讲的三福。义者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二者受持三规，
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三者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诸位再翻到124面，看第七行。佛告为提息，汝今之不，此三种业，乃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三是诸佛敬业正因。这就是《观经》上讲的这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，修学佛法，无论是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都要从这个地方扎根。如果这三条十一句，我们要是没有真正去做到，换句话说，你在佛法上修学就没有基础，没有基础，无论怎样精进用功努力，都很难收到效果。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条。这三条，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四句，第二条是二乘的福报，就是声闻、缘觉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。我们知道人天是基础的基础，人都做不好了，你怎么能成佛，怎么能成阿罗汉？我们要想成就，首先要做一个好人。佛讲的这四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四句话语重心长，这里面的道理境界深广，没有边际。翻到86面，我们从第二行看起。佛非常慈悲，不但为提西夫人请法得到利益，由于他的请法，特别是末法一切凡夫想修净业，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依照这个理论和方法来修学也都能成就。于是佛说出这三桩事情，这就是三个前提。佛讲，欲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佛是二足尊，二足尊从前外国人翻译把它意思翻错了，二是两个，足是脚，尊是尊贵，他翻的是两只脚尊贵，他翻成这个意思，这是完全误会了。这个足是满足的意思，是圆满的意思，就是两种圆满，两种圆满里面最尊贵的。哪两种圆满？一个是智慧圆满，一个是福德圆满。智慧圆满、福德圆满的人很多，很多福智圆满人当中最尊贵的，这是佛。换句话说，智慧跟福德的圆满，是出世间没有能够超过佛的，称为二足尊。所以足是满足、圆满的意思，指佛的智慧和福德圆满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佛国，一真法界是诸佛国土，我们要是没有智慧与福报，就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净土，不能到达他们修学的环境，所以佛首先教我们修福。佛家常讲福慧双修，诸位要留意这个文字，他福在先，慧在后，也就是说先修福再修慧，这个很有道理。中国谚语常讲福至心灵，一个人修福，福报现前，他就突然聪明有智慧了。由此可知，福报与智慧有密切的关联。一个人没有福报，常常就做出很愚蠢的事情，就没有智慧了，所以福报确实非常重要。世尊在此的教导我们要先修三福，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第二条是声闻缘觉的福报，小乘人所修的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。我们接着看第一条，这是人天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一条是根本，是福德的根基，确实是根本的根本。
释迦牟尼佛这样教我们，孔老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。大学第一句就说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这是儒家教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孔孟教学毕生不离此。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是佛法根本的教义，与儒家教育相通。什么叫明德？孝敬就是明德，孝敬是本性的德能。孝养父母，这个孝字意思深广无尽。孝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面属于会意，就是让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你体会里面的意思。这个字上半部是个老，下半部是个子，表示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如果分开了，孝就没有了。所以外国人有代沟，中国文化里头没有代沟，上一辈还有上一辈，下一辈还有下一辈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这是一个生命体，这是孝的含义。佛家讲真如，本性，真心，理体，实在讲跟儒家讲这个孝意思相通。所以孝是真正佛法讲的本性，孝是真心，孝是理体。它的范围有多大？就是佛家常讲的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它确实是没有边际的。在中国这个文字里面，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大总持法门。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孝代表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本来如是，就是佛法常讲的法尔如是。如果我们不了解孝这个字的含义，不认识这个字表法的意趣，孝的德行，孝的理念没有办法生出来。所以一定首先要懂得这个字的真正的含义。佛法的修学，大乘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起心动念，不要说是言语造作，心里头刚刚动一个念头，念一定要跟法性相应，这个念是正念，觉正境里面的正念，如果违背法性，这个念头是邪念。邪与正的标准是从这个地方分。正与法性相应，就是确确实实能够认知宇宙。佛法里头常讲虚空法界沙土众生，是自己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讲的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谁的心？谁的识？就是自己的心，自己的识，自己的真心，真心起作用叫做实。所以它是一体，一体才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缘用现在的话讲是条件，无缘大慈没有条件的慈爱，悲是悲悯，为什么悲悯？它跟我是一体。所以我们这一个念头起来，与这个事实真相，与这个道理不相应，我们就错了，就迷了，就邪了，就污染了。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，他永远能保持觉正境，他知道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是自己，所以绝对没有一念伤害众生，只有成就众生，而没有伤害众生。后面讲的要落实在持善业，修持善业。我们对一切众生，杀生是伤害。杀生是举的一个例子，里面包括一切伤害，言语的伤害，行为的伤害，起心动念念头的伤害，都在这一条里头。凡是对一切众生不利的，
这事不能做，念头不能生，你是随顺性德，随顺孝道。所以这个字里头的含义，确确实实深广无有边际。这个字不但是佛法的根，也是儒家的根，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大根大本。不但是这个世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尽虚空变法界的众生，都是以这个为基础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如果对这个字认识不清楚而不能做到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成就就非常困难。孝落实在养，所以叫孝养，用父母来做一个代表。如果我们看到只是孝养父母，那你把佛的意思就解错了。佛是要我们将对父母的孝养扩展到对一切众生，这才是佛法里面真正的意思。为什么？《戒经》里面佛讲得很好，《大乘菩萨戒经》里面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你就晓得父母这两个字包括着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男人，一切女人，诸位要知道，包括动物，包括植物，包括一切鬼神，包括天地万物，对于一切万事万物都要像孝养父母一样的来孝顺。孝就是顺自己的性德，这个一定要懂的。随顺性德，那个人就是觉悟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正知正见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清净的人，就是觉正净，那个人我们就叫他做佛菩萨。违背性德就是不孝。所以这个字含义好深，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我常常讲，能够把孝道做得圆满，一点缺陷都没有的，只有一个人，佛陀等觉菩萨都做不圆满。为什么？他还有一品身香无名没破，还不能做到圆满。所以我们要发心认真努力来学习，要全心全力来学习。这个学习在总的纲领上就是要修纯净纯善。我们的心要清净，要纯净，就像十善业道经上佛所说的，不容毫分不净夹杂。什么叫不净？念头就不净，起心动念就不清净。真心没有念，无念才清净，有念就不清净，特别是不能有邪念。所以最好的念头是什么？阿弥陀佛。这个念头好，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净念，要修纯净纯善。纯善从哪里修？纯善从十善业修，念念都不违背十善。如果有一念违背十善，我们就跟性德远离了。你起了个念头，伤害众生的念头，占有的念头，占有是属于偷盗，控制的念头，控制也是属于杀生跟偷盗，想控制，想占有，错了。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你自己，你如何去占有它？它本来就是自己，本来是的，再加一个控制、占有的念头，就错了。头上加头，这个错了，画蛇添足，违背了自信，违反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违反了自然的法则，过失从这个地方产生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说实在话，没有佛陀的教诲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怎么想也想不出来，所想的与事实真相都完全相违背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的恩德之大，在世出世间没有能够超过的。第二句是奉事师长。什么叫奉事？
奉事绝对不是我们世间人理念当中的把老师照顾好，像孝顺父母那样的，这个意思都不是佛的意思。我们在前面看到，诸佛如来他的福德是圆满的，我们怎么能去照顾他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奉事真正的意思就是依教奉行。佛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能够百分之百把它做到，这就叫奉事师长。佛在此的最基本的教导我们，你要懂得孝道，孝道就是你真正懂得虚空法界沙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是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有一法不是，为心所现，为时所变。心，时是能现能变，虚空法界沙土众生时所现所变，能所是亦不是耳。所以佛法跟世间的哲学不一样，哲学能所是对立的，佛法讲能所，但是能所是统一的，不是对立的，它是亦不是耳。所以欧阳靖吴先生讲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学。佛法到底是什么？佛法就是佛法。我们今天的认知，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宇宙之间究竟圆满的教育，是一切众生必须要修学的。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不是别人，别人哪有资格称老师？所以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个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在此的教导我们这个大根大本，这四句话，我们果然能够做到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八个字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纯善，那就是奉事师长，就是孝顺父母。如果这八个字做不到，我们不孝不敬，对老师对不起，对父母对不起。不仅是在行为上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行为上纵然没有过失，心里面还有一点错误的念头，都违背了性德，那就不是父母的孝子，不是老师的好学生。学佛要明了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每天朝暮课诵里面一定会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就是恭敬的意思，皈依的意思，归命的意思，本师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这个一定要认知，他是我们的老师。老师教导我们叫什么？教导我们要孝养父母。实在讲，九法界众生不知道孝养父母，老师教导之后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。所以你要说佛教教的是什么？教孝道而已。佛道是师道，师道是以孝道为基础，师道完成孝道，师道圆满孝道，这是佛法。佛的意思是觉悟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这个清楚明白，实实在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。谁能够知道虚空法界沙土众生是一体的？谁能知道？只有诸佛如来知道，只有法身菩萨知道，所以他们行的叫菩萨道。我们所走的，实在讲叫三恶道。我们走的是贪甜吃这个道路，所感的果报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人家行的是菩萨道，菩萨道感的果报是一真法界、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，自己要知道走哪一条道路，将来的什么样的结果。离开老师，我们就迷惑了。每天诵经是亲近老师，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依教奉行，我们才能够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一切众生，就是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父母，一切众生跟父母，
老师是一体的，决定不能够分割的。敬业三福第一卷，2002年10月26日，日本高野山本觉院荡民，21年1月44年1月。我们尊敬的道业长老以及这个道场的住持，诸位大德法师，诸位来自台湾、香港的同学们，我们有缘来到日本国高野山这个世界闻名的道场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一起学习佛法，这个因缘非常殊胜，我们要特别感激老法师，感激这边常住对我们优厚的接待。来到这个小城，看到这边的风光，尤其这两天气候非常之好，看到这边古老的建筑，仿佛我们回到古大德修学的道场，能够居住在这个宝沙修行，都是非常有福报的大德们。诸位虽然到这边来参学，时间很短，我们深深相信过去生中都修积着有福德，如果没有福德善根，这个机缘是很难遇得到的。回想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一定对他要有很深的认知。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一生所作所行的，都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典范。佛陀是一位具有圆满的智慧、圆满的德能，也具足圆满福报的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跟他没有两样。在《华严经》上，他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，这句话把宇宙人生的真相都说出来了。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众生？就是因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变成众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你就本来成佛。所以佛跟众生，实在说，这是一念之间，一念觉，众生就成佛了。觉，就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，这是真正觉悟。不觉呢？不觉就是凡夫，凡夫才搞六道轮回，才造业受报。佛在一切经典里面，把这个道理、事实真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我们知道佛陀确实是全知全能，这是自信性德圆满的表现。佛没有一定的形象，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都是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楞严经上讲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因此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，佛随着这些众生现种种不同的形相，说种种不同的道理与方法。形相虽然多，法门虽然多，他的目标方向永远是不变的，那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目标。在2000年前，公元67年，佛教正式的传入中国。这是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，就是现在的新疆西面，迎请印度高僧摩腾竺法兰到中国，这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。佛教在中国备受中国朝野的欢迎，这个原因是他所说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跟中国儒家、道家许许多多地方都相应，而且比儒道讲得更清楚、更透彻。中国历代的帝王非常尊重，而且都皈依三宝，护持佛法，弘扬佛法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很详细的记载。在隋唐的时候，佛教在中国形成十个宗派，十个宗派里面有两个宗派是小乘，
就是陈时宗与俱舍宗，现在这两宗在中国已经没有了。大臣有八个宗派，除了贤首，这是华严宗，天台宗是专修法华的，也称法华宗、三论宗、法相为实宗，这四个宗派通常我们称为教下，都是根据经典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来修学。除这四个宗之外，再有律宗。律宗是无论哪一个宗派，或者是小乘，或者是显教、密教，不能够不学戒律的。所以律宗可以说是共同科目，无论修学哪个宗派都要持戒。净土宗也可以说是共同科目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宗派到最后都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。另外两个宗派，一个是禅宗，一个是密宗。禅跟密，特别是密宗，是佛法里面高级的课程，就像一个大学里面，它是属于研究所，禅是属于研究所，密也是属于研究所，密比禅还要高。密法的乘船，禅跟密的乘船，它是不分在某一个阶段。五个阶段，佛法讲的华严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涅槃，这是世尊说法五个阶段，五个阶段里面都有特殊的天才。禅跟密的确它的对象是特殊的天才的学生，不是对普通学生的。普通学生要学这个课程的要慢慢的。像我们一般程度的，我们念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再念研究所，研究所念硕士班才能念到博士班，要循序渐进。所以这两宗比较特殊。这两宗的修学，我们佛法里面称为菩萨，在一般称为学生，都是有大根器的众生，不是普通人能够修学的。法门虽然多，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是方法，也就是修行的方法，门是门径，入门的门径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佛的方法就不一样。但是修到最后，到最后我们讲成佛，到成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有三个门，就是所有的门到最后只有三门，这三门就是觉门、正门、净门。我们学佛的同学一进佛门，首先求受三皈依，三皈依的传授就是把佛教成佛的法门传授给你。皈依佛，佛就是觉门，觉而不迷；皈依法，法是正门，正而不邪；皈依僧，僧是净门，代表清净，净而不染。到最后归到三门，虽然是三门，没有进来的时候是三门，进来的时候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就像这个讲堂一样，没有进来，外面有三个门，进来之后都一样的。所以《般若经》上佛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晓得教下走的是正门，像天台、显首、三论、法相为实都是走的正门，依照经典修正之正见。禅宗走的是觉门，觉而不迷，那是上上根人修的。净土宗跟密宗非常接近，因为这两个宗派都是修的净门，就是修清净心，从这个门进。这个常识一定要懂的。但是密比净土还要高，高在哪里？净土宗这个清净心是远离染污，染污我们不敢接近，我们远离它的清净心。密宗它不离染污，不离染污而得清净心，比远离染污的清净心要高明很多。这个一定要懂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
但是无论是哪一宗的学习，都不能离开戒律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今天这一次我们在高野山这一回，我跟诸位要说什么？我选的是净宗同学修行守则。正好这一次悟道法师在台湾印了小册子过来，这个小册子里面的东西我没有看过，趁这个机会我把它做一个修订，以后再版就可以流通了。无论是禅是密还是教还是律，无论是显教是密教是宗门教下，大乘小乘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佛法修行的基础。就像盖房子一样，无论盖什么样的房子，盖高也好低也好，盖各种不同式样都好，这个教材是打地基，所以地基是相同的，地基坚固，高楼大厦才能够建成。我们讲到修行的根本，一定要去读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佛所讲的三福，净业三福。这个因缘非常殊胜，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的众生读这一段经文。因为维提西夫人在当时遭到家庭、国家的变故，就是现在所讲的政变。这个政变不是别人发动的，是他的儿子跟提婆达多结合，把他父亲的政权夺取过来。阿舍世王他要做皇帝，提婆达多想做新佛，希望能把释迦牟尼佛害死。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变故，他对于这个世间就看得非常的冷淡，备受痛苦。他向释迦牟尼佛请求有没有更适合于修学的环境，他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想移民到其他的诸佛国土，在佛法里面讲往生，现在就是讲移民。释迦牟尼佛很有智慧，并不主动介绍他到哪个地方去。他将十方诸佛的沙土用神力，就是今天讲的神通，变现出来，在维提西夫人的面前让他都看见，让他自己去选择。他看了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，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选择弥陀净土，这是非常聪明的选择。希望能够升到弥陀净土，弥陀净土一片祥和，要求释迦牟尼佛告诉他怎样才能够往生，才能够到弥陀净土去。佛在没有讲方法之前，先跟他讲修行的基本条件，那就是净业三福基本条件。因为弥陀净土，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有大福报大智慧。弥陀经上讲得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。因缘没有问题，遇到释迦牟尼佛这么好的老师指导，这是因缘具足了。但是善根福德，那是要靠自己，佛没有办法帮助你。所以教他先具备善根福德，加上因缘，这个条件就具足，你才真正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处在有史以来的乱世，居住在这个世间的众生，无论贫富贵贱都没有安全感，备受种种的苦难。尤其是最近这几年，天灾人祸频率一天比一天多，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。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超过维提西夫人的苦难。他有智慧求生佛国，我们应当觉悟，应当跟进才对。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在八十四念倒数第四行，我把它念一遍，这是观经上讲的三福。义者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
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二者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三者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诸位再翻到124面，看第七行。佛告为提息，汝今之不，此三种也，乃是过去未来现在，三是诸佛敬业正因。这就是《观经》上讲的这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，修学佛法，无论是大乘小乘、显教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都要从这个地方扎根。如果这三条十一句，我们要是没有真正去做到，换句话说，你在佛法上修学就没有基础，没有基础，无论怎样精进用功努力，都很难收到效果。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条。这三条，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四句，第二条是二乘的福报，就是声闻、缘觉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。我们知道人天是基础的基础，人都做不好了，你怎么能成佛，怎么能成阿罗汉？我们要想成就，首先要做一个好人。佛讲的这四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四句话语重心长，这里面的道理境界深广，没有边际。翻到86面，我们从第二行看起。佛非常慈悲，不但为提西夫人请法得到利益，由于他的请法，特别是末法一切凡夫想修净业，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依照这个理论和方法来修学也都能成就。于是佛说出这三桩事情，这就是三个前提。佛讲，欲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佛是二足尊，二足尊从前外国人翻译把他意思翻错了，二是两个，足是脚，尊是尊贵，他翻的是两只脚尊贵，他翻成这个意思，这是完全误会了。这个足是满足的意思，是圆满的意思，就是两种圆满，两种圆满里面最尊贵的。哪两种圆满？一个是智慧圆满，一个是福德圆满。智慧圆满、福德圆满的人很多，很多福智圆满人当中最尊贵的，这是佛。换句话说，智慧跟福德的圆满，是出世间没有能够超过佛的，称为二足尊。所以足是满足、圆满的意思，指佛的智慧和福德圆满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佛国，一真法界是诸佛国土，我们要是没有智慧与福报，就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净土，不能到达他们修学的环境，所以佛首先教我们修福。佛家常讲福慧双修，诸位要留意这个文字，他福在先，慧在后，也就是说先修福再修慧，这个很有道理。中国谚语常讲福至心灵，一个人修福，福报现前，他就突然聪明有智慧了。由此可知，福报与智慧有密切的关联。一个人没有福报，常常就做出很愚蠢的事情，就没有智慧了，所以福报确实非常重要。世尊在此的教导我们要先修三福，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第二条是声闻缘觉的福报，小乘人所修的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。我们接着看第一条，这是人天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一条是根本，
是福德的根基，确实是根本的根本。释迦牟尼佛这样教我们，孔老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。大学第一句就说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这是儒家教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孔孟教学毕生不离此。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佛法根本的教义，与儒家教育相通。什么叫明德？孝敬就是明德，孝敬是本性的德能。孝养父母，这个孝字意思深广无尽。孝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面属于会意，就是让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你体会里面的意思。这个字上半部是个老，下半部是个子，表示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如果分开了，孝就没有了。所以外国人有代沟，中国文化里头没有代沟，上一辈还有上一辈，下一辈还有下一辈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这是一个生命体，这是孝的含义。佛家讲真如本性，真心理体，实在讲跟儒家讲这个孝意思相通。所以孝是真正佛法讲的本性，孝是真心，孝是理体。它的范围有多大？就是佛家常讲的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它确实是没有边际的。在中国这个文字里面，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大总持法门。经上常讲，十方三世佛，共同一法身，孝，代表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本来如是，就是佛法常讲的法尔如是。如果我们不了解孝这个字的含义，不认识这个字表法的意趣，孝的德行，孝的理念没有办法生出来。所以一定首先要懂得这个字的真正的含义。佛法的修学，大乘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，起心动念，不要说是言语造作，心里头刚刚动一个念头，念一定要跟法性相应，这个念是正念，觉正境里面的正念，如果违背法性，这个念头是邪念。邪与正的标准是从这个地方分。正与法性相应，就是确确实实能够认知宇宙。佛法里头常讲虚空法界沙土众生，是自己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讲的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谁的心？谁的识？就是自己的心，自己的识，自己的真心，真心起作用叫做识。所以它是一体，一体才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缘用现在的话讲是条件，无缘大慈没有条件的慈爱，悲是悲悯。为什么悲悯？它跟我是一体。所以我们这一个念头起来，与这个事实真相，与这个道理不相应，我们就错了，就迷了，就邪了，就污染了。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，他永远能保持觉正境，他知道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是自己，所以绝对没有一念伤害众生，只有成就众生，而没有伤害众生。后面讲的要落实在十善业，修十善业。我们对一切众生，杀生是伤害。杀生是举的一个例子，里面包括一切伤害，言语的伤害，行为的伤害，起心动念念头的伤害，
都在这一条里头。凡是对一切众生不利的，这事不能做，念头不能生，你是随顺性德，随顺孝道。所以这个字里头的含义，确确实实深广无有边际。这个字不但是佛法的根，也是儒家的根，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大根大本。不但是这个世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尽虚空变法界的众生，都是以这个为基础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如果对这个字认识不清楚而不能做到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成就就非常困难。孝落实在养，所以叫孝养，用父母来做一个代表。如果我们看到只是孝养父母，那你把佛的意思就解错了。佛是要我们将对父母的孝养扩展到对一切众生，这才是佛法里面真正的意思。为什么？《戒经》里面佛讲得很好，《大乘菩萨戒经》里面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你就晓得父母这两个字包括着所有一切众生。一切男人，一切女人，诸位要知道，包括动物，包括植物，包括一切鬼神，包括天地万物，对于一切万事万物都要像孝养父母一样的来孝顺。孝就是顺自己的性德，这个一定要懂的。随顺性德，那个人就是觉悟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正知正见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清净的人，就是觉正净，那个人我们就叫他做佛菩萨。违背性德就是不孝。所以这个字含义好深，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我常常讲，能够把孝道做得圆满，一点缺陷都没有的，只有一个人，佛陀等觉菩萨都做不圆满。为什么？他还有一品身香无名没破，还不能做到圆满。所以我们要发心认真努力来学习，要全心全力来学习。这个学习在总的纲领上就是要修纯净纯善。我们的心要清净，要纯净，就像十善业道经上佛所说的，不容毫分不净夹杂。什么叫不净？念头就不净，起心动念就不清净。真心没有念，无念才清净，有念就不清净，特别是不能有邪念。所以最好的念头是什么？阿弥陀佛。这个念头好，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净念，要修纯净纯善。纯善从哪里修？纯善从十善业修，念念都不违背十善。如果有一念违背十善，我们就跟性德远离了。你起了个念头，伤害众生的念头，占有的念头，占有是属于偷盗，控制的念头，控制也是属于杀生跟偷盗，想控制，想占有，错了。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你自己，你如何去占有它？它本来就是自己，本来是的，再加一个控制、占有的念头，就错了。头上加头，这个错了，画蛇添足，违背了自信，违反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违反了自然的法则，过失从这个地方产生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说实在话，没有佛陀的教诲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怎么想也想不出来，所想的与事实真相都完全相违背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的恩德之大，在世出世间没有能够超过的。第二句是奉事师长，
什么叫奉事？奉事绝对不是我们世间人理念当中的把老师照顾好，像孝顺父母那样的，这个意思都不是佛的意思。我们在前面看到，诸佛如来他的福德是圆满的，我们怎么能去照顾他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奉事真正的意思就是依教奉行。佛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能够百分之百把它做到，这就叫奉事师长。佛在此的最基本的教导我们，你要懂得孝道，孝道就是你真正懂得虚空法界沙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有一法不是，为心所现，为时所变。心时是能现能变，虚空法界沙土众生时所现所变，能所是亦不是耳。所以佛法跟世间的哲学不一样，哲学能所是对立的，佛法讲能所，但是能所是统一的，不是对立的，它是亦不是耳。所以欧阳靖吴先生讲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学。佛法到底是什么？佛法就是佛法。我们今天的认知，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宇宙之间究竟圆满的教育，是一切众生必须要修学的。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不是别人，别人哪有资格称老师？所以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个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在此的教导我们这个大根大本，这四句话，我们果然能够做到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八个字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纯善，那就是奉事师长，就是孝顺父母。如果这八个字做不到，我们不孝不敬，对老师对不起，对父母对不起。不仅是在行为上起心动念就错了，行为上纵然没有过失，心里面还有一点错误的念头，都违背了性德，那就不是父母的孝子，不是老师的好学生。学佛要明了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每天朝暮课诵里面一定会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就是恭敬的意思，皈依的意思，归命的意思，本师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这个一定要认知，他是我们的老师。老师教导我们叫什么？教导我们要孝养父母。实在讲，九法界众生不知道孝养父母，老师教导之后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。所以你要说佛教教的是什么？教孝道而已。佛道是师道，师道是以孝道为基础，师道完成孝道，师道圆满孝道，这是佛法。佛的意思是觉悟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这个清楚明白，实实在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。谁能够知道虚空法界沙土众生是一体的？谁能知道？只有诸佛如来知道，只有法身菩萨知道，所以他们行的叫菩萨道。我们所走的，实在讲叫三恶道。我们走的是贪甜吃这个道路，所感得的果报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人家行的是菩萨道，菩萨道感得的果报是一真法界、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，自己要知道走哪一条道路，将来的什么样的结果。离开老师，我们就迷惑了。每天诵经是亲近老师，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依教奉行，我们才能够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父母。对得起一切众生，就是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父母，
一切众生跟父母、老师是一体的，决定不能够分割的。敬业三福第一卷，2002年10月26日，日本高野山本觉院荡名，21年1月44年1月。我们尊敬的道业长老以及这个道场的住持、诸位大德、法师、诸位来自台湾、香港的同学们，我们有缘来到日本国高野山这个世界闻名的道场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一起学习佛法，这个因缘非常殊胜，我们要特别感激老法师，感激这边常住对我们优厚的接待。来到这个小城，看到这边的风光，尤其这两天气候非常之好，看到这边古老的建筑，仿佛我们回到古大德修学的道场，能够居住在这个宝沙修行，都是非常有福报的大德们。诸位虽然到这边来参学，时间很短，我们深深相信过去生中都修积着有福德，如果没有福德善根，这个机缘是很难遇得到的。回想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一定对他要有很深的认知。佛当年在世，他老人家一生所作所行的，都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典范。佛陀是一位具有圆满的智慧、圆满的德能，也具足圆满福报的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跟他没有两样。在《华严经》上，他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，这句话把宇宙人生的真相都说出来了。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是佛，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众生？就是因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变成众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你就本来成佛。所以佛跟众生，实在说，这是一念之间，一念觉，众生就成佛了。觉，就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，这是真正觉悟。不觉呢？不觉就是凡夫，凡夫才搞六道轮回，才造业受报。佛在一切经典里面，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我们知道佛陀确实是全知全能，这是自信性德圆满的表现。佛没有一定的形象，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都是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楞严经上讲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因此，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，佛随着这些众生现种种不同的形相，说种种不同的道理与方法。形相虽然多，法门虽然多，他的目标、方向永远是不变的，那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目标。在2000年前，公元67年，佛教正式的传入中国。这是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，就是现在的新疆西面，迎请印度高僧摩腾、竺法兰到中国，这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。佛教在中国备受中国朝野的欢迎，这个原因是他所说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跟中国儒家、道家许许多多地方都相应，而且比儒道讲得更清楚、更透彻。中国历代的帝王非常尊重，而且都皈依三宝，护持佛法，弘扬佛法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很详细的记载。在隋唐的时候，佛教在中国形成十个宗派，十个宗派里面有两个宗派是小乘，
就是陈时宗与俱舍宗，现在这两宗在中国已经没有了。大臣有八个宗派，除了贤首，这是华严宗、天台宗是专修法华的，也称法华宗、三论宗、法相为实宗，这四个宗派通常我们称为教下，都是根据经典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来修学。除这四个宗之外，再有律宗。律宗是无论哪一个宗派，或者是小乘，或者是显教、密教，不能够不学戒律的。所以律宗可以说是共同科目，无论修学哪个宗派都要持戒。净土宗也可以说是共同科目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宗派到最后都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。另外两个宗派，一个是禅宗，一个是密宗。禅跟密，特别是密宗，是佛法里面高级的课程，就像一个大学里面，它是属于研究所，禅是属于研究所，密也是属于研究所，密比禅还要高。密法的乘船，禅跟密的乘船，它是不分在某一个阶段。五个阶段，佛法讲的华严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涅槃，这是世尊说法五个阶段，五个阶段里面都有特殊的天才。禅跟密的确它的对象是特殊的天才的学生，不是对普通学生的。普通学生要学这个课程的要慢慢的。像我们一般程度的，我们念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再念研究所，研究所念硕士班才能念到博士班，要循序渐进。所以这两宗比较特殊。这两宗的修学，我们佛法里面称为菩萨，在一般称为学生，都是有大根器的众生，不是普通人能够修学的。法门虽然多，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是方法，也就是修行的方法，门是门径，入门的门径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佛的方法就不一样。但是修到最后，到最后我们讲成佛，到成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有三个门，就是所有的门到最后只有三门，这三门就是觉门、正门、净门。我们学佛的同学一进佛门，首先求受三皈依，三皈依的传授就是把佛教成佛的法门传授给你。皈依佛，佛就是觉门，觉而不迷；皈依法，法是正门，正而不邪；皈依僧，僧是净门，代表清净，净而不染。到最后归到三门。虽然是三门，没有进来的时候是三门，进来的时候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就像这个讲堂一样，没有进来，外面有三个门，进来之后都一样的。所以般若经上佛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晓得教下走的是正门，像天台、显首、三论、法相为实都是走的正门，依照经典修正之正见。禅宗走的是觉门，觉而不迷，那是上上根人修的。净土宗跟密宗非常接近，因为这两个宗派都是修的净门，就是修清净心，从这个门进。这个常识一定要懂的。但是密比净土还要高，高在哪里？净土宗这个清净心是远离染污，染污我们不敢接近，我们远离它的清净心。密宗它不离染污，不离染污而得清净心，比远离染污的清净心要高明很多。这个一定要懂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
但是无论是哪一宗的学习，都不能离开戒律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今天这一次我们在高野山这一回，我跟诸位要说什么？我选的是净宗同学修行守则。正好这一次悟道法师在台湾印了小册子过来，这个小册子里面的东西我没有看过，趁这个机会我把它做一个修订，以后再版就可以流通了。无论是禅是密还是教还是律，无论是显教是密教是宗门教下，大乘小乘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佛法修行的基础。就像盖房子一样，无论盖什么样的房子，盖高也好低也好，盖各种不同式样都好，这个教材是打地基，所以地基是相同的。地基坚固，高楼大厦才能够建成。我们讲到修行的根本，一定要去读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佛所讲的三福，净业三福。这个因缘非常殊胜，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的众生读这一段经文。因为维提西夫人在当时遭到家庭、国家的变故，就是现在所讲的政变。这个政变不是别人发动的，是他的儿子跟提婆达多结合，把他父亲的政权夺取过来。阿舍世王他要做皇帝，提婆达多想做新佛，希望能把释迦牟尼佛害死。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变故，他对于这个世间就看得非常的冷淡，备受痛苦。他向释迦牟尼佛请求有没有更适合于修学的环境，他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想移民到其他的诸佛国土，在佛法里面讲往生，现在就是讲移民。释迦牟尼佛很有智慧，并不主动介绍他到哪个地方去。他将十方诸佛的沙土用神力，就是今天讲的神通，变现出来，在维提西夫人的面前让他都看见，让他自己去选择。他看了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，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选择弥陀净土，这是非常聪明的选择。希望能够升到弥陀净土，弥陀净土一片祥和，要求释迦牟尼佛告诉他怎样才能够往生，才能够到弥陀净土去。佛在没有讲方法之前，先跟他讲修行的基本条件，那就是净业三福基本条件。因为弥陀净土，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有大福报大智慧。弥陀经上讲得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。因缘没有问题，遇到释迦牟尼佛这么好的老师指导，这是因缘具足了。但是善根福德，那是要靠自己，佛没有办法帮助你。所以教他先具备善根福德，加上因缘，这个条件就具足，你才真正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处在有史以来的乱世，居住在这个世间的众生，无论贫富贵贱都没有安全感，备受种种的苦难。尤其是最近这几年，天灾人祸频率一天比一天多，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。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超过维提西夫人的苦难。他有智慧求生佛国，我们应当觉悟，应当跟进才对。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在八十四念倒数第四行，我把它念一遍，这是观经上讲的三福。义者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
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二者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三者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诸位再翻到124面，看第七行。佛告为提西，汝今之部，此三种业，乃是过去未来现在，三是诸佛敬业正因。这就是《观经》上讲的这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，修学佛法，无论是大乘小乘、显教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都要从这个地方扎根。如果这三条十一句，我们要是没有真正去做到，换句话说，你在佛法上修学就没有基础，没有基础，无论怎样精进用功努力，都很难收到效果。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条。这三条，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四句，第二条是二乘的福报，就是声闻、缘觉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。我们知道人天是基础的基础，人都做不好了，你怎么能成佛，怎么能成阿罗汉？我们要想成就，首先要做一个好人。佛讲的这四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四句话语重心长，这里面的道理境界深广，没有边际。翻到86面，我们从第二行看起。佛非常慈悲，不但为提西夫人请法得到利益，由于他的请法，特别是末法一切凡夫想修净业，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依照这个理论和方法来修学也都能成就。于是佛说出这三桩事情，这就是三个前提。佛讲，欲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佛是二足尊，二足尊从前外国人翻译把他意思翻错了，二是两个，足是脚，尊是尊贵，他翻的是两只脚尊贵，他翻成这个意思，这是完全误会了。这个足是满足的意思，是圆满的意思，就是两种圆满，两种圆满里面最尊贵的。哪两种圆满？一个是智慧圆满，一个是福德圆满。智慧圆满、福德圆满的人很多，很多福智圆满人当中最尊贵的，这是佛。换句话说，智慧跟福德的圆满是出世间没有能够超过佛的，称为二足尊。所以足是满足、圆满的意思，指佛的智慧和福德圆满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佛国，一真法界是诸佛国土，我们要是没有智慧与福报，就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净土，不能到达他们修学的环境，所以佛首先教我们修福。佛家常讲福慧双修，诸位要留意这个文字，他福在先，慧在后，也就是说先修福再修慧，这个很有道理。中国谚语常讲福至心灵，一个人修福，福报现前，他就突然聪明有智慧了。由此可知，福报与智慧有密切的关联。一个人没有福报，常常就做出很愚蠢的事情，就没有智慧了，所以福报确实非常重要。世尊在此的教导我们要先修三福，第一条是人天福报，第二条是声闻缘觉的福报，小乘人所修的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福报。我们接着看第一条，这是人天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一条是根本，
是福德的根基，确实是根本的根本。释迦牟尼佛这样教我们，孔老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。大学第一句就说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这是儒家教学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孔孟教学毕生不离此。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佛法根本的教义，与儒家教育相通。什么叫明德？孝敬就是明德，孝敬是本性的德能。孝养父母，这个孝字意思深广无尽。孝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面属于会意，就是让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你体会里面的意思。这个字上半部是个老，下半部是个子，表示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如果分开了，孝就没有了。所以外国人有代沟，中国文化里头没有代沟，上一辈还有上一辈，下一辈还有下一辈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这是一个生命体，这是孝的含义。佛家讲真如本性，真心理体，实在讲跟儒家讲这个孝意思相通。所以孝是真正佛法讲的本性，孝是真心，孝是理体。它的范围有多大？就是佛家常讲的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它确实是没有边际的。在中国这个文字里面，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大总持法门。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孝代表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本来如是，就是佛法常讲的法尔如是。如果我们不了解孝这个字的含义，不认识这个字表法的意趣，孝的德行，孝的理念没有办法生出来。所以一定首先要懂得这个字的真正的含义。佛法的修学，大乘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起心动念，不要说是言语造作，心里头刚刚动一个念头，念一定要跟法性相应，这个念是正念，觉正境里面的正念，如果违背法性，这个念头是邪念。邪与正的标准是从这个地方分。正与法性相应，就是确确实实能够认知宇宙。佛法里头常讲虚空法界沙土众生，是自己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讲的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谁的心？谁的识？就是自己的心，自己的识，自己的真心，真心起作用叫做识。所以它是一体，一体才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缘用现在的话讲是条件，无缘大慈没有条件的慈爱，悲是悲悯。为什么悲悯？它跟我是一体。所以我们这一个念头起来，与这个事实真相，与这个道理不相应，我们就错了，就迷了，就邪了，就污染了。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，他永远能保持觉正境，他知道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是自己，所以绝对没有一念伤害众生，只有成就众生，而没有伤害众生。后面讲的要落实在十善业，修十善业。我们对一切众生杀生是伤害，杀生是举的一个例子，里面包括一切伤害，言语的伤害，行为的伤害，起心动念念头的伤害，
都在这一条里头。凡是对一切众生不利的，这事不能做，念头不能生，你是随顺性德，随顺孝道。所以这个字里头的含义，确确实实深广无有边际。这个字不但是佛法的根，也是儒家的根，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大根大本。不但是这个世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尽虚空变法界的众生，都是以这个为基础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。如果对这个字认识不清楚而不能做到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成就就非常困难。孝落实在养，所以叫孝养，用父母来做一个代表。如果我们看到只是孝养父母，那你把佛的意思就解错了。佛是要我们将对父母的孝养扩展到对一切众生，这才是佛法里面真正的意思。为什么？戒经里面佛讲得很好，大乘菩萨戒经里面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你就晓得父母这两个字包括着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男人，一切女人，诸位要知道，包括动物，包括植物，包括一切鬼神，包括天地万物，对于一切万事万物都要像孝养父母一样的来孝顺。孝就是顺自己的性德，这个一定要懂的。随顺性德，那个人就是觉悟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正知正见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清净的人，就是觉正净，那个人我们就叫他做佛菩萨。违背性德就是不孝，所以这个字含义好深，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我常常讲，能够把孝道做得圆满，一点缺陷都没有的，只有一个人，佛陀等觉菩萨都做不圆满。为什么？他还有一品身香无名没破，还不能做到圆满。所以我们要发心认真努力来学习，要全心全力来学习。这个学习在总的纲领上就是要修纯净纯善。我们的心要清净，要纯净，就像十善业道经上佛所说的，不容毫分不净夹杂。什么叫不净？念头就不净，起心动念就不清净。真心没有念，无念才清净，有念就不清净，特别是不能有邪念。所以最好的念头是什么？阿弥陀佛。这个念头好，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净念，要修纯净纯善。纯善从哪里修？纯善从十善业修，念念都不违背十善。如果有一念违背十善，我们就跟性德远离了。你起了个念头，伤害众生的念头，占有的念头，占有是属于偷盗，控制的念头，控制也是属于杀生跟偷盗，想控制，想占有，错了。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你自己，你如何去占有它？它本来就是自己，本来是的，再加一个控制、占有的念头，就错了。头上加头，这个错了，画蛇添足，违背了自信，违反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违反了自然的法则，过失从这个地方产生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说实在话，没有佛陀的教诲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怎么想也想不出来，所想的与事实真相都完全相违背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的恩德之大，在世出世间没有能够超过的。第二句是奉事师长，
什么叫奉事？奉事绝对不是我们世间人理念当中的把老师照顾好，像孝顺父母那样的，这个意思都不是佛的意思。我们在前面看到，诸佛如来他的福德是圆满的，我们怎么能去照顾他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奉事真正的意思就是依教奉行。佛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能够百分之百把它做到，这就叫奉事师长。佛在此的最基本的教导我们，你要懂得孝道。孝道就是你真正懂得虚空法界沙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是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有一法不是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识是能现能变，虚空法界沙土众生识所现所变，能所是亦不是耳。所以佛法跟世间的哲学不一样，哲学能所是对立的，佛法讲能所，但是能所是统一的，不是对立的，它是亦不是耳。所以欧阳靖吴先生讲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学。佛法到底是什么？佛法就是佛法。我们今天的认知，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宇宙之间究竟圆满的教育，是一切众生必须要修学的。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不是别人，别人哪有资格称老师？所以我们的老师只有一个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在此的教导我们这个大根大本，这四句话，我们果然能够做到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八个字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纯善，那就是奉事师长，就是孝顺父母。如果这八个字做不到，我们不孝不敬，对老师对不起，对父母对不起。不仅是在行为上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行为上纵然没有过失，心里面还有一点错误的念头，都违背了性德，那就不是父母的孝子，不是老师的好学生。学佛要明了，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每天朝暮课诵里面一定会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就是恭敬的意思，皈依的意思，归命的意思，本师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这个一定要认知，他是我们的老师。老师教导我们叫什么？教导我们要孝养父母。实在讲，九法界众生不知道孝养父母，老师教导之后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。所以你要说佛教教的是什么？教孝道而已。佛道是师道，师道是以孝道为基础，师道完成孝道，师道圆满孝道，这是佛法。佛的意思是觉悟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这个清楚明白，实实在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。谁能够知道虚空法界沙土众生是一体的？谁能知道？只有诸佛如来知道，只有法身菩萨知道，所以他们行的叫菩萨道。我们所走的，实在讲叫三恶道。我们走的是贪甜吃这个道路，所感得的果报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人家行的是菩萨道，菩萨道感得的果报是一真法界、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，自己要知道走哪一条道路，将来的什么样的结果。离开老师，我们就迷惑了。每天诵经是亲近老师，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依教奉行，我们才能够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一切众生，就是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父母，
一切众生跟父母、老师是一体的，决定不能够分割的。敬业三福第一卷，2002年10月26日，日本高野山本觉院荡明，21年1月44年1月。我们尊敬的道业长老，以及这个道场的住持，诸位大德。